日嘅 ET 個股推介啦，建議大家留意就係中國中藥570。揀選原因係啦，內地中藥產業啦受惠多項因素支持，包括係人口老化、政策新藥獲批加快、中藥材咧嗰個價格回落等等，推動中藥行業咧迎嚟轉型升級嘅發展期。股份關注中藥噶，中國中藥係央企國藥集團旗下中藥產業板塊嘅核心平台，業務年初至今咧呈持續復甦嘅趨勢，市場睇好公司2023年嗰個盈利能力。根據彭博綜合券商的預測，中國中藥2023年盈利預料咧會止跌回升63%，去到13億元人民幣。2023至2025年三年的盈利複合增長率咧係39.2%。中國中藥由八月至今咧仍造上升軌，走勢明顯咧就係跑贏大市同埋同業嘅。琴日收報咧就係4.05元，升超過2%，並且挑戰前高位4.1區，突破預料會上市5月高位4.6區。策略上啦，有貨嘅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嘅，回吐適宜走上升軌，大約係3.8嘅水平。